一是各类防疫物资库存充裕，截至目前，检测试剂、防护用品、医疗器械、救治药品、消杀产品等五大类防疫物资储备充裕。二是防疫物资供应有序，目前全市24家药品零售连锁总部、1089家连锁门店、62家药品批发企业正常营业。三是提升本地防疫物资生产能力，目前全市共有消毒产品生产企业10家，84消毒液日产量约50吨，75%的酒精日产量约10吨，共有口罩防护服生产企业3家，日生产口罩40.3万只，隔离服3100件。